双人赛道还有最后一组。哇，志林哥，哎嗨，你们是怎么打算派兵出战的呢？我们跟着下来这一首歌，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一首歌，所以呢我们派出双人赛道的。哎，谢谢大湾区。 Really good。 大湾区，大湾区，大湾区。对，阿舅，为什么你是哪一队的？在网上呢，我就看见很多人说我们一把年纪啥的可爱，那一把年纪我们就认了好不好？可是你说那个啥跟可爱，我们觉得没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派出我们这个双人赛道的，是我们认为能够唱得最感动最有实力的两位，就是梁汉文跟盖。好，那我要问一问小春哥，你知道单人赛道的时候是你们的阵营暂时领先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规则是只有一组阵营可以全员安全，其他剩下三组阵营都有可能要面对成员的离开。是，你还有信心在这一组还能拿到很好的名次吗？所以现场的观众，接下来梁汉文盖盖送给你们一首很感动的歌曲，叫《无名之辈》。接下来两个好不好听？都要投二。二啊，我们是四耶。对，是，对，就是二，四，对，四。又搞错了。春哥呀，春哥呀，四四四，两个价钱四，对，没错。你的算术是真好啊！让我们有请梁汉文盖为大家带来《无名》。